以前一天有两摆的人在看我，即摆两礼拜无一摆的人，我袂人会气者，等你用上紧的速度离开我，听我话。我跟你讲哦，迄厨房少危险的。在你起来？啊，你是不是惊着房顶啊？哎呦，迄机也无啥物好看的意思。我就想要看嘛，我过袂住，你是无爱金主的。